有情人终成眷属。真的假的？18岁啊！哦，真的假的？那你是什么戏啊？音乐。怎么样？怎么了？又怎么了？全职模特，那你是全职做什么工作？我还在等当兵。等当兵啊？那你是什么科系啊？我是观光系的。观光系，以后要当导游吗？不是，可能会接家里工厂。工厂哦，你家什么工厂啊？工厂就是卖米糠的。你有听懂吗？爆米花、欸。爆米花的工厂哎、欸。可是很可怕，因为它变很大声。没有，它比较不一样。就是这样蹦那一种。会吗？会吗？不是那种，比较不一样。它原名叫老花，但是它是地方的一种的。哦，你喜欢吃蜜胖吗？喜欢，喜欢啊！你给他吃蜜胖好不好？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可以吗？有什么口味？就传统的口味哦，传统。不，那你什么星座？我是天秤。天秤座，你是什么星座？我是金牛。金牛座，你也混血呢哈？没有，没有混血。很漂亮的。东区不是常遇到吗？真的吗？对啊。我问过你哦，我怎么没有帮你找？没有问过，就是要给我打招呼。哦，有没有很漂亮？超漂亮，超漂亮！是不是你喜欢的类型啊？已经超过了，已经超越了你喜欢的类型。在这，他已经在这。那你要很快乐啊！你有没有很快乐？他看起来很开心。太快乐了，好棒哦！那你要跟他交换一下 line。好，太快乐了，太快乐的配对了。下一个你也是。你家几啊？你家大几啊？我升大一。哦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你几岁？19。我20。你看起来好像高中哦。哈哈哈哈哈！闭动，睁开眼睛。好，真诚，3、2、1，Go。很棒，可以，什么感觉？幸福吗？有没有？讲不出，很恋爱的感觉啊！可以。那你是什么系啊？音乐。哦，天哪！怎么样？怎么了？又怎么了？没有，音乐女生真的是太有魅力。你是什么？你是什么的音乐啊？钢琴。你会弹钢琴哦？那你不修什么？吉他。你会吗？你跟他学。好，可以。蜜胖小王子在台北吗？对啊。吃得到吗？吃得到。寄给他啦。好，那我们来打分数。8分。哦，还不错。为什么会给8分呢？他还蛮聊得来的，就是会蛮特聊的。然后蛮阳光的。感觉人蛮好的，感觉不是坏男生。可以。一定要给他几分？10分。10分，那一定是给10分。10分，好，很棒。为什么给10分呢？为什么？因为就太完美了。太完美了，好，太棒了。妹妹，你让他给你几分吗？7分。他说你太完美了，他给你10分。对啊，这一定的。那你们做一个简单的互动，背后环抱，好不好？啊，友情的互动 ，Go。我觉得有一点冷。好，没关系，我抱你。好，来，背后环抱，背后。不是啊，你会不会啊？背后环抱了。背后环抱这样。哦，对。哦。好，可以拍张照。
2020年11月14日，单身的朋友，我在 Ultra 等你哦。活动资讯在下方叙述，我们 Ultra。